夜夜风高，14个老师一起来开会，半夜让你过，哇，这个是董事长的儿子还是女儿啊？专家学者也是很孬啊，你有种当侧翼，怎么没有种出来捍卫？这个不是针对高端做的，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，当然必须要提出来给审查委员做一个参考。你拿人民的资料去替他交报告也是没有用，因为全世界要的是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报告，报告交不出来，那当然就是要当掉。有人领人民的薪水却去伺候私人的厂商，政府是人民的公仆，不是厂商的家奴，也不是民进党的家奴。是否能用在老百姓身上，必须要先检视这家疫苗厂能否提出完整的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。当初政府就是纵容高端疫苗，只有 1.5 期的临床试验就给他这个 EUA， 当然是一个违规的行为。政府帮他做这个事情，只是为了要应付选举，或者是为了圆谎。卫福部发动好几个署来为一个私人厂商来护航，来想办法让他过关，这个是我们中华民国药政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世界各国的所有疫苗都没有政府部门来帮忙做，唯独民进党政府执政下的台湾官官相护，无论如何就是要让疫苗能够过关。